早上好，大家！我现在要去把我的拔智齿的那个线给拆。那之前我想吃点油条豆浆，我们来永和大王。烫死了！烫死我了！又跟妈妈来祥云小镇喝星巴克啦。然后今天下午爸爸回北京了，所以待会儿去接他。妈妈还是点的拿铁，然后我点了一杯抹茶拿铁，带鱼这个快菜，土豆丝，青椒土豆丝，糖醋排骨。每次打开电饭煲的这一刻，觉得好幸福。吃饭了，呵呵。还有鸡汤。凡是进到那种超市的，不是想晶莹剔透。早上好，大家！我又在吃我的完美早餐，然后《God Bless》第三季来了，我在看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！我现在出来吃饭啦。这几天可能 vlog 的比较少，因为其实我回了北京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就要帮爸爸妈妈做点事情，然后我有的时候还当我妈的小助理，所以不好意思啦，可能这个 vlog 会比较短。但是我现在来吃一家超级超级好吃的鳗鱼饭，和 Carla 一起，就是这家啦，叫慢走。Hello Carla， 有的沙拉，还有 sashimi。好了，你要来试，你先给我。你呀。谢谢。告诉你是哪来的。豆子里面。我点了一个牛肉饭，然后 Carla 点的鳗鱼饭。谢谢。我们为了两个都能吃到，就点了两个，然后这样分。我来尝这个鳗鱼饭，第一吃就是直接吃，对吧？哇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哇，而且还反正要住那个宿舍什么的。一吃就是直接吃，然后二吃就是这样泡茶。然后我要再加点这个，然后这就是第三吃，来加一点这些东西。羡慕了一点，你也太屌了。OK， taste test。妈呀，我好紧张，我要镜头了。好吃吗？如果十分满分，你给几分？给九分。九分。Oh my god， 我们的喜茶来了。Yes。你哪天走啊？可以喂我吗？嗨。我们又在玩狼人杀，好，耶！大家，我今天陪我妈来电视台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央视的38层的咖啡厅，东西很少，很难喝。我超级想念这里的食堂，超级好吃。我们又来吃海胆水饺了，和妈妈一起。这饺子真的包得太乖了。第一次吃黄瓜馅儿，黄瓜、鸡蛋、虾仁儿，真香，对吧？好吃哈。好好吃啊，疙瘩汤，走劲儿走劲儿的。哇，它这个茄盒简直就是料太足了，全是一大块肉。茄子在哪儿？哎，对，茄盒的茄子在哪儿？乳鸽好吃吗？我觉得不错，但是唐宫的乳鸽也好吃，好吃。这疙瘩汤也真的超级好吃。它这疙瘩就感觉揉得很久，然后它主要是这个汤头实在是太鲜了，有虾仁，然后菜，还有那种小肉丁，你看它这个颜色就知道这汤有多好喝。哈
Hello， 大家，现在已经回家啦，要准备吃饭啦。我最近这几天是真的没有怎么好好的 vlog， 觉得特别对不起你们，因为最近感觉比上学还要忙。Yeah， 所以就给大家录录我在吃什么吧。姑婆炖了番茄排骨汤，然后丝瓜，我真的超级爱吃丝瓜，茄子豆角，重头戏，这是昨天吃剩的。一般做这个就一下蒸，一口气蒸好几碗，然后放在冷冻。好吧，怎么？丝瓜太好吃了，我真的特别喜欢吃茄子。你呢？我也是。我自己有时候是、这个梅菜扣肉的这个酸菜拌饭简直太下饭了，这米饭都油亮亮。Hello， 大家，猜我现在在干嘛？这位小姐要打她人生中第一个耳洞了，开心吗？紧张吗？紧张吗？是不是觉得自己一下就变成一个？我们现在在手机上点了那个喜茶要去取。对，现在喜茶就是，如果大家不想排队的话，其实可以在那个微信里面直接搜喜茶，然后它有什么喜茶购，然后你就可以在微信就是先点，然后你再自己过去取就可以了。这么多喜茶看着也太爽了吧！来，尝一口芋泥紫米茶，怎么样？啊，不好喝。很好喝，不好喝，不好喝。我有一碗，嗯，有点奶吗？有人在吃一个更米糕。我们来喝下午茶啦！我们点了一个这个白巧克力的芒果抹茶蛋糕，配一口芒果。可以，谢谢。他们没关吃油鸡，一个油鸡，一个烧鹅，怎么说？修鹅，修鹅，修鹅，又是这两个人，还有他，两位。黑松露什么什么脚，凤爪，凤爪，上趟娃娃菜，凤爪，上趟娃娃菜。就一般到期，哪个就多长时间会真的觉得操，这个菜干了到？最后说的是什么？就是没想砍死。做。嗯，那油鸡不错。这个点了一个鲜有鸡还是鲜有蛋？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我们的杨枝甘露。两片香菇鸡。杨枝甘露也太可爱了吧！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现在刚刚吃完早饭，然后收拾好自己，现在去城里边找我妈妈，就是她今天跟她朋友，反正在后海那边，好像要去她朋友那儿坐会儿，然后也叫我去，但是我妈起得比较早，我起得比较晚，所以我就才收拾好，我们在那里汇合，对，带大家逛逛老北京胡同啥的。那我们活动太有意思了，这边下棋的，这边在理发，乒乓的，这边下棋运动。看到这些真的更舍不得北京了，还有五天就走了。还有冬泳哎，在这里，天哪！这个大爷准备要下去了。哇！哇！哇！我的天哪！我看着都冷。再翻大吧，又翻点。没有，你休息了，不用下班了。
不好吃不要钱，哎，汤糊了不好吃不要钱，干嘛这个啊？可以找那个蓝莓的。好，这个蓝莓十块钱，蓝莓十块。不代表草莓呢？去了草莓去了，都是草莓十块，别的都十块。啊。吃不好吃吧？嗯。但是其实里头有个糊，没去干净。大家现在跟妈妈来国贸，我们刚在胡同那边逛完，因为就是我的那个就是 sales 他刚给我发微信，就是我想要的一个包就是一直没有我要的号，然后那个颜色一直没有，但是今天突然有了，所以就来看一下。就是这个啦，喜欢喜欢，回家啦，好饿呀。开饭了，我的妈，你看姑婆做的这个鱼简直了，开饭了。咦，还大家早上好，今天准备吃个金牌干溜，这重庆小面还是金牌干溜呢？哎呦哎呦，好像还是干溜听起来更好吃。这里面有麻辣包，然后花生酱，这是面条，酱油，榨菜，花生包，料还蛮全的。然后它这个包装看着真的不错，看着就很想让人吃。给妈妈先尝一口。嗯，还行吗？我觉得相当好吃啊。真的吗？嗯，完全超出我的预期。之前，哇，我的选择是没有错的，因为我是很挑剔的。我们现在在烟袋斜街。人流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这样拴着鱼在遛鱼呢吗？这太搞笑了。大家早上好，我跟爸爸妈妈又来后海这边玩了。挑一串好看的。嗨。我以前夏天特别喜欢在水上玩这个球，现在冬天在冰上玩，他们居然太厉害了。老北京的冬天，小这个哈，嗯，又来一串，还路过这辆车，笑死我了。你看他这个写的，请您不要。交警协警员您好，您本人什么家住什么什么？对，北燕儿。现在到前门，然后我们想去这个星巴克甄选 Starbucks Reserve 看一眼。大家周日早上好，最后一天在北京啦。我妈妈来3:30，我来又来小小了。上次是陪 Della 坐，然后我没坐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出国之前，我还是把指甲给弄好吧。我来小小啦，来吧，妈妈第一杯喜茶。并没有多么的，就是说期待啊，因为觉得饮料还能多好喝。但是你要喝一口那个奶盖，再喝那个茶。就是你拿过来，我教你嘛。你看它，对，不是，不是，你插吸管插在这儿，这儿是，你就使劲插下去，使劲插。然后你把这个盖给打开，你就是喝一口这个，喝一口这个，然后再喝下面。不一样吗？不，它上面它有层次的呀，一点点，喝一点点就行。它是奶盖，然后再喝这儿，喝这儿。
这边很淡，这边就是对浓的一种香味的东西。对啊，它就是配一起喝的。哦，就是喝一口这个很好。行吧，我再尝一下。喝过吗？我喝过。你觉得好喝吗？这边挺好喝。可以哈。还可以吧。明天就回美国了，喝不到芝芝美美了。最后一杯喜茶，我觉得必须把这个盖儿也给舔了，就是太珍贵了。那就是、我半年都没法喝了。我们来吃烤鸭啦！这是我每次回美国之前基本上都是来吃烤鸭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有需要拿号这边来，加号啊。现在我们家门口啊。四季民福真的好吃，主要是价格实惠。我觉得它的菜跟大董其实都差不多，但是真的性价比很高。怎么样，这个烤鸭？很好吃。嗯，先放这儿吧，先放这里啊。好的。也行，年年有余嘛，管他的。嗯，年年要有余啊。